新剧目击证人拍摄得如火如荼，这天罗仲谦、张希文以及张秀文齐齐开工，谦谦要上演追出去哄 Kelly 一幕，炎炎夏日要在街上跑来跑去，令到谦谦都面纸不离身，不停擦汗，真的很辛苦。我看到今天的天气都蛮热的，你走来走去跑来跑去，有没有觉得有点辛苦呢？所以说作为女生的话真的很辛苦的，要像我跑来跑去出很多汗才可以。这女生真的很辛苦吗？你觉得不是啊，我觉得 OK 啊，他也追到他老婆啊，老婆成功。你觉得男生用什么的方法可以让你开心呢？很简单，就是生活上的就是小的小东西帮我做，但是很浪漫的东西我受不起。男朋友对你做你可以吗？不要太过分。那你有没有做一些不要太过分的事情？我做的很过分，差不多命也没有了。对啊，但是不可以说出来，只有我跟我太太知道。可是太太很受这个方法。成功了你说受不受？可能结婚以后那点感觉不同。结婚那就没做了。而另一边 Sammy 为了拍撞车戏不惜摔在地上，看见车子一次又一次和 Sammy 擦肩而过，也有点担心他会受伤，但当事人就一点也不害怕。我自己反而没有害怕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司机其实很害怕，就是那个演司机的演员很害怕撞到我。我还一直想再近一点再近一点，太不像了，要不然我看到你都得跌了几次呢。其实每一次你都就是用你的手先碰到地上了，有没有那个位置撞到？其实是我的手跟我的这个屁股的骨头，所以刚刚有一两下比较大力撞下去的时候有一点点痛，但是 OK， 因为等一下还要假装就是受伤嘛，那这个就会很真的，所以不担心，我觉得 OK 的。